无情酸杀，无情三杀，切开！本集影片由 UP 直播赞助播出。橘子后续哦，我其实今天很想讲橘子后续，这不是要吊胃口。我有在我的LINE群讲，我说我12点会在公开爆橘，我会再爆橘一次，但是我觉得是时候建立一个比较良善一点的沟通的管道，因为你看游戏橘子也不回复，代表他们就代表他们其实不同意我的论点，也不想道歉，也不想回应，就是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僵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骂他们骂一个月了，我骂的自己都累了，然后也觉得自己在玩火，你知道吗？就我骂的那些东西，他们其实是可以告我的，啊，告不告成一回事了，但他们绝对是可以告我的。那你跟大企业的律师团去打诉讼，其实没有任何好处，啊，所以我是想建立起一个跟他们良善的沟通，所以就好吧，想想算了，就不喷他们了。不然他们今天晚上其实发一个信给我，让我觉得破绽百出，是他们信里面的内容就前后抵触，在自打自己的脸。我本来想在公开再喷他们一次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解决不了问题，真的。我觉得真正的问题、真的议题应该放在几率透明，然后要落实转蛋法，然后最好可以给玩家有保底的机制。对，我觉得我如果再继续骂，虽然大家看了开心，我也骂很爽，我也帮自己出气，但是我觉得改变不了现况。因为如果改变得了，我骂前几次他们就会出来回应了。我真的已经骂到超级无敌凶了，就是有 follow 到整件事情的人，我凶的程度已经是凶到没有人敢说我接工商了。可以不要，一开始还在怀疑说，干你是跟游戏橘子串好要炒一波是不是？这是天 W 要出来了，橘子他跳脚了，再想个另类的企划跟你做一个工商。我骂到那些声音都不见了，就那些觉得怎么可能这样骂一定在工商的人。都觉得，工商不可能骂得这么难听。标题没有留过关键了，唉，我感觉吧，现在是有点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样都得不到回应，他怎么骂他都不会痛。我感觉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坚挺的巨人，所以已经是有点懒得骂了，你知道吗？把那个东西收起来。但是我们对他的告诉，还有记者会啊，就是正事还是会做啦。啊，骂不骂哦，唉，真的是。我一直去重复那些骂他的内容，我自己也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每天都骂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就是死不出来。对啊，你就是一直骂那些重复的东西，我自己也都累了。你们没听累，我都讲累了。估计这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策略吧。然后，游戏橘子其实晚上有发一封信给我。那封信的内容我不是很满意了，看到其实是蛮愤怒的，但是因为这封信让我的愤怒，然后我从这个愤怒当中得到了一个论点，然后有了一些体悟，就是今天是怎样，我知道他们这个行为叫做诈骗，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个行为对玩家来说是诈骗，但是他们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的疏失，因为他一承认的就是坐实自己诈骗了。那我知道他们在诈骗，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诈骗，那他们也知道，我知道，他们知道自己在诈骗，但他们还是只能继续骗。现在事情就是变成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觉得他们骗不骗其实也不是重点，你知道吗？重点就是台湾没有法规可以管他们，所以他们想怎么骗就怎么骗。对，那我认为应该要把重点放在修法，然后还有法案的推动上面。然后基本的啦，我会希望所有的游戏公司，尤其是领头的那几间啊，有上市的，请做一个表率，公布几率，就是你游戏内所有东西，请标示你的几率是多少。对，就算转蛋法没过，那作为游戏业的表率，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标示几率啦。那你不保底，那就算了嘛。那转蛋法没出来哦，不保底，那无可厚非，那就玩家自己看看嘛，看谁比较佛就玩谁的游戏，大概就这样啦。那个信上甚至，
我会这么累的原因其实有一个，那信上最后一行，他还要求我在各大平台、各大管道，举例啊 ，FB 啦、直播啦等等，协助他们澄清，他们并没有诈欺，并没有修改纪律，但是客观一点，对我就问你们一句，客观一点，不要因为你们是我的粉丝或怎么样，你们觉得这次天爱直播事件游戏举止是不是诈欺？对你们觉得是不是诈欺？就光你自己打脸自己就是证据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先回玩家说活动制作并不包含在一致的几率里面，然后再把公告改掉，公告说所有几率一致，再改成不包含活动制作，然后再被我挖出来，你两年前曾经公开说过活动制作什么跟韩版一致，那你不是自己欢喜欢斗？你就自己先向玩家说这些活动制作几率是一致的，然后我撞完发现不一致，问你的时候你就说。我们说所有东西一致，但不包含这个东西哦。哎，但其实他自己承诺过有包含。那你这不是在欺骗玩家吗？那你欺骗玩家已经是事实了。那这个过程有让我花了数百万元，你让玩家花到钱，那这不就是诈欺了吗？这到底有什么？那你如果真的不是诈欺，好了，对，那你可以公布纪律啊。对，如果你游戏举止可以公布纪律，我当然，我一定会非常郑重的，甚至你要告我，你要罚我再扣10000万干嘛？我都欣然接受。你拿出纪律嘛，让我死得明白啊！就你这纪律真的是10%、啊，怎么？你拿东西出来证明自己，我相信应该不难嘛。那你又不证明，然后又一边说我在诋毁你。其实只要你们拿出证据来，我是绝对不可能，也没有办法诋毁你们的。对，但你拿不出来，又说我丢你，哎呀，我真的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现在讲这段话，游戏局子的法务或什么，或他们员工又在收集资料了，又在想要怎么告我吗？就这年头，说实话还要被惩罚。然后拒绝承认错误的人，一直在说谎的人，却可以大张旗鼓的告你。也有点悲哀。那当然，游戏局子你确实是可以告我，但是请你告之前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了？啊，为什么我对你们的公告、什么几率、什么期望值我都了如指掌？为什么？想一下为什么？因为我支持你们的游戏，我玩得非常认真，我支持你们的游戏4年了，所以我对那些几率了如指掌。啊，我花了这么多钱在支持你们，那我只是点出你们游戏代理上的失误，你就要告我吗？哎呀，真的，有时候真的不是怕你们告我啊，你是能告我什么？难道我没有钱、没有时间请律师陪你耗吗？还是我们来上演台股 GameStop 这种没有信用的公司空爆他，再加上退坑游戏，他才会痛笑哭了。啊，就是啊，真的至于这样子吗？哎，所以我今天才说我没有骂游戏局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是真的是绝望，你知道吗？哀莫大于心死，你有没有听过吗？我是很想好好的跟他们沟通，真相越辩越明，这句话我讲了 N 次了。那你们如果愿意跟我搭起一个沟通的桥梁，我们好好说，那我相信谁对谁错，这个就是讲个几分钟就出来的事情。然后一直躲起来不回应，然后发讯息放话说传那个 email， 哎，好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反正那些东西我会留着，那之后如果有必要我再拿出来给大家看。那目前为止呢，我是希望可以跟游戏局子好好的沟通，好好的沟通。哇，踢的是真的舒服，我操！滚啊，废物，操你妈！老铁，这咋玩啊？这咋好玩啊，操！哦呦哦呦，死喽！海角伞，耳波，这太鲁了！啊！好像在乱杀呀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卡特琳娜，你这么能杀，卡特琳娜？
哇，什么水平？哇哇，你什么水平？啊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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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啊啊哈！嘿嘿，虐菜！哎，虐菜！哎，这忘了满意。我踹死了 ！OK 了，无情双杀。吃钩，无情三杀，嘿嘿，无情三杀，无情三杀，切开！哎，宰他宰他！妈咪把你打到别墅卖掉，我跟你拼！真可以吗？我们验了，我们放你表演喽，兄弟！哎，我踹一脚起飞，拿扯一下，死不了，哎，你死了。咋了？不由分说，兄弟。卡哥现在干嘛？放暑假了吗？哎，卡萨跟手手都没进世界赛，他们两个是不是懂事了？就是战绩好像也不是特别重要，那个肥约到手，好好过日子，实际点。卡萨正在观看你直播中，在这边也邀请卡萨一起加入我们 PCS 联赛的电竞团队，赶快物色一支，看到不错队伍买了，卡萨买了，这比买表有意义啊！而且搞不好比你满意的表演，期待卡萨成为我们下一个 eSport Team Owner。我要强力要背了，又要终结你们的人生了，终结你们的 life！ 哇，好恶心！哇，真的好恶心！我这一脚，吹一下吧，兄弟。一踹三让你飞呀、啊！好啦，很棒啦！干嘛你这么不情愿？你不要讲，不缺你吹这口、啊。我叫你吹。有战局就好了，要不要让我秀个摸子踢？让我秀一下，还让我秀一手二闪，干！哎、欸，奇怪，你们没有人在看我玩李信，我发现你们都在炒疫苗。现在是怎么样？把我李信当狗屎是不是？哈哈，哇！就最猛在一起，牛啊！感谢 UP 直播赞助播出。